3月30日，季播原创节目《中华百家姓》在北京召开启动发布会，著名文化学者钱文忠等一众文化学者出席了活动。《中华百家姓》节目以寻根为线索，全方位展现百家姓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那些熠熠生辉的家规家训、家传家教、名门望族、名人轶事等姓氏文化，重点展示姓氏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，提升家族荣誉感和自信心，增强民族凝聚力，唤起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共鸣。而为了收视率的考量，节目组还会在节目中加入一些娱乐元素。每一期节目都会有重量级的明星来，就是他代表他本姓的人，比如说赵姓的，赵钱孙李周吴郑，大家自己去想有哪一些这个姓氏的明星，让他们会来到现场。他们来到现场呢，是第一呢是跟大家的互动，另外呢我们在现场还会给大家八卦一下，就是他的那个这个他的家谱啊，比方说你要姓赵，没准你跟赵薇还是一家子，你还是他二姑呢。是赵薇要来吗？这个我不便透露。据悉，周群、周伟将担纲主持人，当期姓氏明星名人担当寻根队长，带队寻根问组，钱文忠等著名文化学者担纲评委嘉宾，解读姓氏密码。中华百家姓将于7月2日起每周四亮相安徽卫视920节目带。酷旅娱乐北京报道。不动摇，努力完善。